没错，可爱可爱家的一穿那个版型就有感。他们家最近的刷毛梯板子都是做这种很 oversize， 可以穿到 3L 都没问题。外加绒，然后内里面是厚的磨毛，双层帽会带出自然的 feeling， 然后前面是叮当带，前面图案超可爱，是比较少的隐藏版，要去海边冲浪的兔子很可爱。可爱家领口包边，质感很好，来帽是双层帽，所以挺度是一定有的哦，不用担心。外加绒啊之外，都有做到水洗色。所以它的色调都是这种比较有点像是莫兰迪色系，我的是蓝绿色，然后这个有点带紫的红色也很美，然后 Kiki 这个是比较有点像是比较偏棕色的咖啡色，就三个色，扎实，男生也可以穿，完全可以。可以，你看这个宽度，可以，这个宽度非常 OK， 而且秀隆，里面要再塞几件都没问题，亮也可以穿，这个完全没，你们看。两色比较长，会很修饰马鞍。这件板子好看哦，而且色也很好看。